尊敬的德万陀罗哈基陀校长，你好。新闻：佩特拉基督教大学60周年校庆，60年栉风沐雨，60年春华秋实，贵校矢志不渝，追求卓越，建设成为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孕育了莘莘学子。我谨代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向贵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作为亚洲大学校长论坛常委单位及亚洲大学暑期读书班创办高校之一，贵校曾3次主办上述活动，并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谨代表亚洲大学校长论坛秘书处对贵校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去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第19届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我们相聚云丹，畅谈亚洲高等教育发展，诚愿疫情阴霾早日消散，我们面议合作，再托未来，预祝贵校60周年庆典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愿贵校师生身体健康，平安顺遂。